好，咁依家咧又係大家傾下偈嘅時候啦。咁我講過，琴日咧就去咗 Ranch 99，我就見到好多後生女。咁基本上咧，好多都係美國人嚟嘅。咁亦多咗越南人啦、韓國人啦，同埋有時見到日本人噶都。我只係想講咧，有啲去開 MT 嗰啲咧，即係都會去 Ranch 99，因為 Ranch 99咧就較為高檔啲嘅，但係啲嘢咧就貴啲咯。即係其實 MT 都唔錯嘅，依家尤其是佢重新再重整過啲嘢咧，有時啲 merchandise 咧都幾好嘅，好似咧喺嗰度咧可以買到嗰啲。Ranch 99咧買唔到個茶葉，同埋咧佢嗰啲花旗參茶咧都幾平噶，同埋花旗參 rosehip 茶咧都幾平噶，所以咧我都喺嗰邊咧買咗幾盒噶。咁有時又可以買到啲，譬如好似即係嗰啲比較冷門啲嘅茶葉，譬如好似嗰啲叫做金盏花茶，又即系有一啲系啦，譬如好似嗰啲大红袍嗰啲又多啲选择啊，咁样样，即系普洱又多啲选择咁样样咯。不过嚟真系好饮嗰啲咧，仲系有一啲距离。咁今日咧，我琴日咧就睇嗰、那个social media 啦，我就见到啊。即係G00咧就整咗件著咗件黃色嘅 top， 咁咧就係個 coat 嚟嘅。咁咧其實嗰個設計咧就幾似嗰個我著嗰個黃色嗰個設計，似乎嗰個咧就幾受名媛嘅歡迎咁樣樣。所以咧唔好以為國貨咧冇好嘢，其實國貨咧再加上現代化咧，佢哋嘅設計啊，即係其實嗰啲係漢服嗰啲 cut 咗上面嗰度出嚟咁樣樣，即係其實咧都好深受歡迎嘅。再加上依家咧就興復古，咁即係你復古又帶有現代意味咧，其實咧就應該好紅嘅啲嘢。奈何咧我講過咧，依啲嘢咧難保，即係你喺地產上面嘅失利。即係難保咧，你喺地產上面嘅失利咁樣樣，其實依個咧只不過係一個 pocket money 嚟嘅啫，即係好矮醒嘅錢，即係對大數咧就真係冇乜幫助咯，我覺得。但係點都好過冇咁樣樣。即係咧，其實咧，我依個檔口咧就依、這個我會試下賣下依個咁樣樣嘅，咁咧就。價格咧就即係呢啲咧就平啲嗰啲就30，即係但我原價125蚊加 tax 買翻嚟嘅，即係依個咧原價150蚊咧我就40蚊賣出去，咁咧即係依個175蚊咧加 tax 咧我就50蚊賣出去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嚟睇下咁樣樣睇下啱唔啱，其實就幾靚嘅，我覺得尤其是咧佢嗰啲線咧係silk 嚟嘅。還有呢它這個是 14K plated， 高 plated 的是真的東西，所以呢它才會賣這麼貴的。即是呢這個設計師呢，其實呢我初期呢買了很 多， 個很多它的東西，即我還沒扔出去，因為就算我以二手價出去呢都不是一個太便宜的，因為那時候我買回來都差不多300元的，即是我不能夠，我怎麼都要80元這樣樣收回80元，即是現在的人 afford 不起咯。我點解講我喺度講咧？即係如果有關人士聽到咧，我就想講，即係無奈咧，你依個咧50蚊可能都仲有人要嘅，即係你賣到175蚊咧，就基本上係零銷售，即係唔係你啲嘢唔好，而係個經濟係咁樣樣，啲人變成要 budget， 非常之 thrifty 啊，你知道嗎？再加上咧，即係我講過啦，依家啲人即係又唔想出街，二來就我諗好多人都被減人工咁樣樣，即係冇得住份工都被減人工，即係更唔好講話被裁嗰啲啦。你被裁就算有政府肯，即係可
再問政府攞錢攞一年咁樣樣，即係嚟到，即係我奶奶講得幾啱嘅，佢話你冇嘢做嗰個日子咧，一年好快過嘅啫。所以你又要儲翻啲錢，但係點都好，我以咁低嘅價錢賣咧，其實咧你可以再 resell 出去都有機會賣到出去嘅。即係你咁都叫做有啲執咁樣樣，點解我嗰啲嘢咧？其實我冇 set 太高個價錢嘅，你可以再加少少錢咧賣出去，即係你自己用咗之後再賣出去，因為依家啲人唔介意即係用過嘅嘢嘅，即係你可以加少少錢咁賣出去咁樣樣，自己都有啲零用錢執下咁。而另外咧，你又可以再買新嘅用，即係繼續參加 networking 而唔使負擔太大嘅費用咁樣樣咯。即係咧，其實講真咧，有啲譬如好似印度人啊、越南人嗰啲，佢嚟幫襯我買嗰啲耳環啊、或者手鐲啊、鏈嗰啲咁嘅嘢咧，佢哋都係賣翻出去俾人哋咧，揾翻少少使費㗎。即係咧，我冇一來我冇收到佢哋太貴啦，二來佢哋可以揀到。即係個 condition 係好嘅，咁佢哋先至賣出去，同埋揀啱個款咁樣樣。即係其實我都做好多 wholesaler 噶，所以我啲生意先至咁好噶。即係奈何咧，嗰間嘢咧就加咗少少價。即係如果我可以 cover 到嘅，我都唔會加。但係如果即係要加價嘅時候，我還是會加幾蚊咁樣樣，但係都係幾蚊嘅啫。咁其實冇乜影響你賣出去咁樣樣。同埋咧，我買嗰啲咧，好多時候咧，即係我揀嗰啲款咧，好多時候佢哋都唔會再出噶啦。買完之後，咁或者再出一次半次咧，就唔再出噶啦。所以咧，唔使擔心，即係會重複咁樣樣，或者好易揾到。就算可以揾到，佢哋都唔會喺嗰度買噶啦。即係買一件咁，譬如好似十幾蚊咁樣樣，即係佢哋又未必想送貨咁。你又擔心唔知買咗會唔會有問題，唔知退唔退到貨？我睇佢哋都係 sales 啊 final 嗰啲啊 no return 嘅啦，依家同以前即係又接受退貨嗰啲態度就好唔同。再加上依家咧又慢咗好多，當然個 natural disasters 咧，如果有嘅話咧，就可能會有影響咁樣樣。即係二來佢哋又想慳錢啦，咁啊唔想咁快，即係你太快個速度咧又貴好多噶嘛。即係大家有興趣就嚟買呢盒嘢，即係但係如果你對嗰啲依個設計師以前啲設計有興趣嘅話咧，但係咧原價300蚊，依家咧我只係賣80蚊啊咁樣樣，咁可以嚟問下咁，我淨我再攞出嚟俾大家睇下咁樣樣，因為我的台好細，你見到啦，佢都係兩張10×10咁樣樣。跟住有個人問我：你點解唔可以攞多啲咁即係個 bracelet 咁樣出嚟啫？因為佢好中意買 bracelet， 我估佢都係賣出去咁樣樣。咁跟住我話：我張台得咁細，我冇可能擺太多貨咁樣樣嘅。即係遲啲我會賣埋 office 用品嚟嘅，都係我精心揀過嗰啲嘅。咁所以即係我盡量加多張。台咁細台喺前面咁樣樣，大家可以慢慢睇、慢慢揀咁樣樣咯。即係無論自用好，或者再賣翻出去用過再賣翻出去都好啦。我覺得對自己都係省咗好多錢，同埋你啲細路咧，你有時拒絕得多咧，你都會於心不忍嘅。咁即係平平地買翻啲嘢俾佢，就有啲係幾 educational 嘅，即係俾佢哋屋企玩咁樣樣，即係。又可以訓練下 homeschool 下佢哋咧，我覺得係幾好噶。即係借住遊戲咧，可以增長你嘅智力同埋思考能力同埋解決問題能力嘅。仲有咧，可能受住御剪嘅關係咧，其實雍正王朝咧，阿雍正咧。佢見嗰啲大臣嗰陣時候，或者係見啲外賓咧，佢哋咧好中意即係食火鍋嘅。咁即係 James 好中意食火鍋啦。即係我自己咧，即係 occasionally 都會食下。其實食火鍋好方便嘅，你可以平又得，貴又得，即係適隨尊便嘅。咁所以咧，尤其是你見客咧就好方便嘅喎。即係你以前你食意大利嘢，可能要幾百蚊咁樣樣先至去見個客咁樣樣，即係大家食嘢依家好平嘅啫，即係你100蚊以內咧就全部搞掂曬，仲食到好飽添，
即係但係你一邊食啊，一邊可以傾偈咁，其實幾好。即係你又可以飲翻啲啤酒啊咁樣樣。如果依家厭酒季，咪飲啤酒咯。啤酒又清熱啊，即係幾好噶喎。所以咧，我覺得就。受歡迎是有一個原因的，所以你這樣記那些 soup base 呢就全部賣光了。即是你 soup base 你愛來撈飯吃又可以，即是煮個麵食又可以，其實十分之方便，你就不用好像吃意大利嘢西又熬成幾粒鐘，其實吃一餐意大利嘢西挺貴的，我覺得即是你經濟好的時候沒什麼所謂，你經濟不好的時候就很辛苦的，其實都咁啲細路又唔使嗌餓啦，係咪先？肚餓咪整啲 soup base 俾佢哋，即係你飲剩咗嗰啲咧，你可以放喺嗰啲雪櫃嘅上格嗰度嘅。其實佢要飲嗰陣時候咧，或者係配即係煮個麵食嘅淥個麵啊，或者乜嘢咧，再溶咗佢，即係抌落去嗰個 pot 度溶咗佢，咁咧煮又可以一餐咁樣樣。但係咧，你食火鍋咧就要留意一下。如果你有膠或者係痛風啊嗰啲咧，你咧就最好落啲 kales 落去。咁你就算食豆類或者係豆腐食品咧，都冇影響嘅。同埋咧，我見到 range 99咧，依家啲人好識買嘢咧，就去嗰個 50% off 到 70% off 嗰個 shelves 咧先揾咗先。咁跟住咧先至。即係先揾咗先，咁先至買，即係買其他嘢。咁我自己都係嘅，我第一件事就識衝，即係去衝去嗰個 range 九啊，即係嗰個 range 九九嗰個大特價區嗰邊咧，就去揾嘢。同埋咧，佢有時嗰啲肉食咧，某一兩類嘅一兩類嘅肉咧，或者係雞髀嗰啲咧，特別平嘅，所以咧。我咧就買咗嗰個和牛啊，即係 Wang Yu Beef 咧 ，Wang Yu Beef 佢即係啲邊邊啊，佢切咗出嚟咁樣樣又攞嚟賣，咁其實佢係幾正喎，即係我就買兩盒翻嚟啦。咁即係我素食嗰陣時候又想啲牛有啲肉味，又想有少少脂肪，咁啊等幾件落去咁樣煮，咁啊幾好。同埋佢有啲咧都有肉喺度嘅，所以咧。都幾省錢，即係你唔好睇我好似好大洗咁，其實要省錢我都識省錢。即係呢啲省錢方法，我喺邊度學翻嚟咧？就係喺嗰個以前咧，喺 she.com， 即係講緊二十年前，我啱啱結婚唔識煮食咧，佢哋就講，即係嗰陣時候，因為香港面對 SARS 嘛，咁好多人都冇嘢做，咁即係又要 cut budget 咁樣樣，所以咧佢哋好多時候有啲慳家食譜咁樣樣，我就學咗翻嚟，即係點樣可以省錢又食得飽咁。再加上嗰陣時候咧，我跟嗰個牧師佢太太咧，因為個牧師咧就唔係有好多現金嗰啲收入嘅，咁所以佢太太買嘢咧就要十分之。省錢的，他也都教我怎樣配搭這樣，即譬如好像你買個 roast chicken 跟住就你就切咗啲整咗啲肉出嚟，咁啲骨咧原來咧可以仲用嚟煮湯都有味道的喎，即係佢哋就咁樣樣就一個雞烤雞咧就兩食嘅。即係你到時加啲菜咧，咁就已經得㗎啦，又可以係一餐咁樣樣。所以即係你買嗰啲一隻雞咁，譬如你買一隻雞咁，亦都係切曬嗰啲，切曬嗰啲，譬如手手腳腳啊，你剩翻嚿骨架咁樣樣，即係嗰啲 bones 咧，又愛嚟煮湯，咁其實都好嘅喎，因為咧 bones 咧其實咧都有嗰啲calcium 啊。Calcium， 咁你可以放啲芹菜啊，嗰啲咁嘅嘢咧，就唔怕有骨火。咁所以咧，亦都係十分之乜。我仲中意食乜啊？我好中意飲杏仁茶嘅。以前咧，我小學嗰陣時候咧，同埋幼稚園嗰陣時候喺香港咧，中國嗰度咧有出一隻咧，係嗰啲
杏仁全部是杏仁汁嚟嘅，咁咧佢有一支杏仁汁嘅嘢咧，我就成日我舅父嗰陣時候咧嚟接我咧，就成日買嚟俾我飲嘅，所以我成日都飲嗰只杏仁汁嘅，即係我好中意飲杏仁茶咁樣樣，所以唔知啊，我覺得我中意陣味，所以咯。大家呢要知道呢，其實杏仁呢對呼吸呢，即係 respiratory 嗰個舒好舒成嘅，尤其是你加咗少少北杏。咁跟住呢仲有呢，我指中國杏仁喎，中國嘅南杏呢其實呢對皮膚呢就十分之好嘅，即係呢你靠嗰個outside in呢可能只是得比較 temporary 的 result 的，即是美白那裡，如果你真的想美白的話呢，你吃多一些、即用那些杏仁來打汁、跟住呢煮呢，其實即 I mean Chinese 那些 ailments、那呢、可以美白皮膚和 keep 得耐一點的。所以呢大家呢就不妨咁樣樣，如果想靚呢就食多啲南杏，因為北杏呢話有少少毒素，所以呢就南杏，但北杏呢就對嗰個 respiration 呢就十分之好嘅，即係如果你擔心呢就買嗰啲南杏，南杏呢就得㗎啦。是啦，我就讲咗咧，板金蓝，板金蓝咧就响 Rich 999度咧就全线卖晒，即系似乎咧经济唔好咧带动咗中国嗰啲中医嘅中成药嘅销售啊，我觉得嗰个 shelves 咧个生意唔错喎，尤其是系。那些脊椎痛呢，背脊脊椎痛那些呢特别好卖的，即可见啲人呢即长期有这个病的，即我跟你们说，如果你有脊椎痛呢，你除了贴嘢之外呢，你应该用一个刮痧板呢，得闲刮下咁样样，你将入面啲毒素同埋熱呢刮咗出嚟呢，再贴呢係特别有效同埋舒适嘅，你只不过投资喺一个刮痧板，刮痧板你可以买个胶做嘅都得嘅，冇所谓㗎，即係你搽少少油或者係嗰啲 lotion 呀、咁喺嗰个地方跟住刮下，又唔使刮到红晒，你係咁依刮下就得㗎啦，跟住再贴嘢呢，咁呢就效果顶呱呱嘅，同埋维持得更久咁样样。即係但係大家呢都要揾出嘅原因，就係點解會脊椎痛，因為你脊椎痛有個原因呢，可能係年紀老大嗰啲咁嘅嘢，咁你可能要補充返啲鈣質呀咁樣樣，所以即係除咗補充，你要補充同埋你亦都要舒緩咁樣樣呢，先至會得到個實效咁樣樣。同埋呢你呢度脊椎痛仲有個原因呢，就是因為年紀大呢，你的腎氣已經是衰竭，你知道嗎？所以呢你要補下腎咁樣樣呢，其實都是需要的，即係但係你要留意你有冇嗰個高血壓的問題喎，因為你補腎你通常都是即係你要採取嗰啲既清熱又能夠補腎嗰啲，就唔好又補腎又補氣血嗰啲咧，你盞搞到自己嘅血壓更高咁樣樣，即係呢啲又要留意下咁啦。因為大家就想聽多啲，所以咧我都講啲咁樣樣俾大家知道嘅。即係咧要更好咧，其實咧可以更進一步，但係都牽涉到一啲醫療上面嘅嘢。其實咧我喺會議度咧都講咗，用呢啲 natural 嘅方法咧可以。令到即有一個更加的治療效果的，甚至是進行一些深度的醫療治療樣樣，但是這些無奈呢你又要經過他們的研究出報告，又要訓練，又要有機器出來，
咁又要點樣減低副作用，將副作用減到最低，而將嗰個效果提升到最高咁樣樣。呢度都有啲技巧嘅。如果我哋現行嗰啲咁樣樣咧，你就收到一陣嘅效用，但係咧佢副作用難免嘅。咁所以我買咗乜啊？我又去買咗嗰啲鮑魚，因為佢而家七三折啫 70% off 三折，咁我就買咗啲鮑魚，同埋買咗而家啲海產咧就好平嘅。依家啲海產好平，同埋咧我見到同仁堂有出。我之前試咗嗰個艾慈貼，但係我想試下同仁堂依只，所以我買咗同仁堂依只。同仁堂依只就貴$2-3嘅，即係我買咗兩盒啦。咁即係又買咗嗰啲鮑魚，咁因為大特價，所以我又買咗嗰啲鮑魚。咁跟住又係啦，又買咗嗰啲腸粉試下啦，又買咗嗰啲海產啦，即係買嗰啲平啲先咯。咁我諗依家食都仲係 OK 嘅，因為我又唔係生食咁樣樣。即係我奶奶咧，我講咗佢食嗰隻抗抑鬱藥咧，咁啊瞓得好咗，咁就夜晚就比較容易瞓著，即係基本上佢四點前咧仲係正常嘅，佢四點後咧就情況差啲，所以但係都冇所謂，你捱兩三個鐘咁樣樣，佢又要食藥，咁又去瞓覺，咁第二日又即係好好咁樣樣。即係就係四點到佢食藥之前咧，就差咗少少咁。我今日咧四點前考佢嘅記憶力咧，佢係攞100分，但係四點後咧，佢完全唔掂嘅。所以有冇啲乜嘢可以sustain到咧？依樣嘢我就唔講啦，咁就留翻俾大家去揾個答案啦，因為。又唔係我全部一個自己做曬，即係依個都係一個 teamwork 嚟嘅，我覺得。所以大家不妨即係試下啦。咁即係咧，抑鬱症除咗食藥之外咧，我覺得咧，心藥還需心藥醫嘅，即係心理輔導咧係十分之重要嘅一環嚟嘅。喺嗰個抑鬱症，即係你一定要有心理輔導，亦都要有藥俾你食。咁咧。你雙管齊下咧，就好得特別快嘅。即係佢嘅心理輔導咧，我就做咗2年幾嘅啦，已經咁先至安排佢食藥。咁咧就收到十分之好嘅效果，因為佢個心病已經冇咗啊嘛。佢要發泄嘅嘢亦都發泄咗出嚟啊嘛。所以佢有一個較良好嘅結果咁樣樣。我今日依件衫好平嘅啫，我唔記得咗幾多錢，好似$30定幾蚊咁。即係咁又可以著得咁樣樣，係啊！我啲包包都會賣噶，所以如果大家唔介意，我都用過咁樣樣，其實就 gently use 嘅啫，咁冇乜大問題。同埋出邊有啲洗包包好平嘅，咁咧你可以變成一個全新咁樣樣咁，所以大家有興趣不妨嚟睇下，就算唔買都唔緊要噶，可以試下咁樣樣。同埋咧，我係十分之歡迎。嘅一個人嘅，即係你如果覺得係有需要嘅，咁不妨嚟 bargain 下，咁即係對我嚟講咧，我都係接受嘅，但係即係我盡量係合理地咁樣樣係俾出嘅價錢咁樣樣，所以大家不妨嚟睇下咁樣樣，所以咧我個檔咧就會除咗賣嗰啲，依啲都係俾上班族。但係或者係 networking， 即係你有份工嗰啲，或者自己做嗰啲 self-employed 嗰啲老闆咁樣樣，咁嗰啲包包啊依啲啊，遲啲會買啲 office 嗰啲嘢，咁即係比較有收藏價值嘅，咁又比較體面 aesthetics 嗰啲，即係依啲係我 style 嚟嘅。咁跟住又買嗰啲包係啦，又買包包或者 home decoration 或者 office decoration， 你 office decoration 你唔能夠。整得太誇張咁啊！即係你嗰啲小擺飾咁樣唔同咁樣樣就即係嗰啲仙咧。如果你即係要翻工咧，好不幸咁，即係依啲你抌咗落去冚住咁，都唔會太影響人哋噶嘛。咁所以不妨考慮下嚟睇下咁樣樣啦，即係攞
個 ideas， 咁如果你揾到你嘅目標，你覺得你自己又可以賣出去，咁用完之後或者用完之後都可以有個二手價嘅，亦都不妨嚟尋寶啊！咁好啦，今日講到依度。